将军，崇焕受万岁之谕，督师寂寥，并在万岁面前亲口许诺5年之内收复整个辽东。目前虽然士兵哗变已经平息，但是事情仍然不少。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想商议一下军中大事。目前军心不稳，纪律涣散，急需整顿。冗员太多，事多撤肘啊。军中缺饷，各处士兵鼓噪，如不解决，恐怕哗变之事仍然在所难免。各镇军中都缺饷吗？是的，唯独皮岛毛总兵处例外。哦，这是为何？皮岛存兵只有2万，却虚报20万。户部尚书温体仁和毛文龙是同乡，每每按虚报之数发饷。这实际上是把宁远和锦州的粮饷给侵占了。所以皮岛不仅不缺粮饷，反倒广有囤积。都师，修复城池步步推进，不仅需要粮草，而且还需要时间呢。是啊，为了争取时间，我决定派李喇嘛再去盛京议和。什么？还要去议和？皇上能答应吗？当今天子英武天纵，与先帝不同，他会理解我的一番苦心的。那粮饷怎么办？你带着我的公文去皮岛，向毛文龙调粮。恐怕毛文龙不肯听命。为了避免误事，你去皮岛的同时，我亲自上书万岁，催发粮饷。万岁，袁崇焕上书请求朝廷撤回阳春，请万岁示下。准其所请。万岁，袁崇焕上书催发边关守军粮饷。文清，从速发放。万岁，目前国库空虚，已无国帑可拨。哦，万岁，因为军中欠饷，宁远、广宁等处已发生多起士兵哗变，看来这粮饷是不能再拖欠了。万岁，以微臣之见，鼓噪之事也许不仅仅是因为缺饷所致。此话怎讲？万岁，当年唐将张巡被叛军安禄山围困睢阳，苦守日久，军中无食，将士张网罗雀，绝穴捕鼠，以充饥肠，却一无反叛。温大人，谈此典故是什么意思？这很明白，各处兵卒动辄鼓噪，其中定有别情。请问温大人有何别情？好了，不要说了，都下去吧。是。袁都师，袁都师，我们都来了。户部已经回文，仍说无国帑可拨，钱粮之事让我们就地筹措。
宁远百姓已经很苦了，我们没法再向他们要钱粮了。军中无粮，日久必要生病啊！一没钱，二没粮，总不能坐以待毙呀！袁大人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我明日亲赴京师，向万岁请发内堂。什么？你让万岁从自己的兜里往外掏钱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还要不要脑袋了？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这事儿，这样肯定会得罪万岁爷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呀。依我所见，万岁也许能不发内堂，可是心里怎么想就很难说了。袁大人，一看其中厉害，我岂能不知啊？但除此别无良策。为了复辽大计，我袁崇焕豁出去了。袁卿此次亲自赴京，有何事启奏啊？万岁，边关缺饷日久，军心不稳，臣几次上书催发粮饷，户部屡屡回文言明无国堂可拨，为五年复辽之大计，臣今日特地叩见万岁，请发内堂。袁卿请发内堂，众卿以为如何？万岁，袁大人处境困难可以理解，但臣以为若宁远如此，各处边关群起效尤，内堂岂不干涸了？嗯，谁还有话要奏啊？袁卿，你可知罗雀绝属的典故吗？臣知道。当时军中无粮而无一人反叛，是何道理啊？万岁，彼此虽然相类，但境况有所不同。哼，有什么不同？现在边关鼓噪，难道带兵的人就没有责任吗？臣平日治军很严，但难免有疏漏之处。不过最近宁远广宁十三营哗变，乃事出有因，待臣慢慢陈奏。当前如若不及早筹措银两，势必死灰复燃，影响边备，危及朝廷，望皇上三思啊。皇上，臣请发内堂，实属不得已呀。好了，推班，改日再议。皇上，杨春从关外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呗，跟我说什么？他说有急事禀报。什么事？杨春说袁崇焕又私下派人与军奴议和了。什么？
袁崇焕，臣在。朕准卿所奏，同意拨发内堂。谢万岁。但是不准你与金奴议和，不于三个月之内将关外防线向前推进200里。臣遵旨。都师，万岁降旨不准议和，又敦促东进，不知道都师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收复辽东本应稳扎稳打，循序渐进，不可急功近利呀，怎奈圣命难违呀。是不是传令赵将军，让他出兵收复中安长兴诸城，先搪塞一下，让万岁爷先高兴高兴，然后再图大计啊？祖将军，你真是粗中有细呀！啊，都师大人，哎，金同判从皮岛回来了。哦，去看看。啊，袁都师，金同判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坐下。我带着都师的亲笔公文去皮岛向毛文龙求借粮饷，他不但不借，反说我以下反上，让手下人把我毒打了一顿。什么？毛文龙这个家伙也太不像话了，干脆我带人马就把他抓来算了。毛文龙如此专横，不服节制，恐于负了大计有害。何将军，你马上准备银两物品，我要亲自上皮岛。什么？上岛？对，上岛劳军。八匹马有五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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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来了？带多少人马？10来个。哎，没。干什么来了？说是劳军。劳军？你马上把袁崇焕带总兵府去。是。你们几个过来。都师袁崇焕见过毛总兵。
不知都师驾到，文龙未曾远迎，还请都师恕罪。来呀、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请。都师突然来岛，所谓何事啊？毛总兵和岛上将士长期驻守在外，十分辛苦，本都师特意上岛劳军，以示皇恩呐、啊！啊啊！来啊！毛总兵，这份薄礼不成敬意呀、啊！啊！多谢袁都师、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听说毛总兵治军有方，我想和毛总兵一起观看岛上将士骑射，然后犒赏三军，不知毛总兵意下如何啊？观看骑射，好啊！那好，本都师告辞了。哎，请留步。哎，哈哈哈哈。你要小心伺候他。是。站住。哦，何将军，请。都师，驿馆已被团团围住。哦，人说毛文龙骄横跋扈，专制一方，果然不假。边关将士要都像他那样不服节制，本都师如何负了？那都师打算杀都师？毛文龙官居总兵，若您先斩后奏，朝廷会怪罪都师擅杀大将。等朝廷圣旨下来，不知要到何年何月。他与温体仁交情深厚，那温体仁会趁机进谗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斩后奏。啊，都师要三思而别说了，我主意已定。毛帅，毛帅。谁呀、啊？是我。这么早就来报丧？毛帅，嗯，昨天不是说好观看骑射吗？袁都师正在小山上等你。哦，我都忘了，穿马子，马上就去。是。毛总兵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文龙参睡，晚来了一步，让袁都师久等了。哎呀，天还早，本都师略备小酌，不成敬意，请毛总兵赏光啊！喝酒，好啊！哎，文龙愧领喽。请，请，请。慢，袁都师与毛总兵有要事相商，闲人一律不准入内。毛总兵长期驻守皮岛，辛苦非常，本都师先敬一杯啊！来来来，毛将军，朝廷日夜忧心之事，乃是收复辽东啊。
你我同为边臣，共成圣命，理应同心协力才是啊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啊。既然如此，前不久我派金通判前来调集粮饷，你为何不肯听命啊？我毛文龙九镇皮岛，挂将军印，悬尚方宝剑，连先帝也要叫我一声毛帅。袁崇焕，我任总兵时，你不过是个七品县令，怕是不知道这里有个辽东吧？啊！哈哈哈哈！毛文龙，你一味蛮横无理，不思悔改，心目中没有本都师倒也罢了，可是当今天子英武天纵，国法岂能容你？袁崇焕，你要知道，这不是宁远，而是皮岛。哼！来人，来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将他除去衣冠，搬起来。你知罪吗？袁崇焕，我身为总兵，你无权处置。你要杀了我，皇上也饶不了你。毛龙，你大概还不了解我袁某。我不杀你如何治军？我不杀你如何复辽？宁可日后皇上杀我，我今天也绝不饶你。啊！来啊，有，请上方剑。别做事。退出帐后。站。是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出来。众将，进帐听令。参见都督大人。提到官兵海上劳苦，皇上深念，唯毛文龙居心不良，雄踞皮岛，专制一方，拥兵自重，不服调遣，滥杀兵民，冒功领赏，内劫阉党，外通奸奴，共犯下十二条当斩大罪。众将，胆敢抗旨违令者，就是他这样的下场。今日只斩毛文龙一人，岛上其余众将一律无罪。日后提到诸事，由副将毛承作和陈继胜二人分领，传令下去，犒赏三军。谢督师大人。什么？袁崇焕杀了毛文龙？因为皮岛总兵毛文龙骄横跋扈，专制一方，不听调遣，所以袁崇焕一怒之下。万岁，袁崇焕分明是拥兵自重，目无朝廷，如此越权擅杀大将，哪还把皇上放在眼里？万岁，臣以为袁崇焕先斩后奏，擅杀大将，确有过失，但他为整肃军纪，巩固边关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这也太过分了。袁崇焕确实胆大妄为，
当年在绝华岛，微臣就几乎死于他手。万岁，再容他继续下去，不定还会做出什么犯上之事啊！万岁，袁崇焕虽有过失，但他身负重任，如若降罪于他，靠谁统兵复辽啊？袁崇焕啊，袁崇焕，你私自议和，索要内堂，朕一忍再忍，如今又擅杀大将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。不过袁崇焕文韬武略，不可多得，复辽之事非他莫属。况且毛文龙已经斩杀，莫不如毛文龙久居皮岛，寸功未立，观望养敌，袁崇焕杀他无过。万岁圣明。万岁，袁崇焕还有奏书，奏请万岁加强冀州一线防务，以防金兵绕道进关。好，着令兵部刻意督办。遵旨。大汉，目前袁蛮子派兵夺回长兴、中安二城，再这样下去，明军岂不要逼近盛京了吗？是。对，大汉，发兵吧，与袁蛮子在宁津一线决一死战。对，应该应该说得好。是。众将，伐明之事势在必行，但是我决定不走宁津，而是从蒙古绕道而进，从龙井关、大安口一带入关，直逼大明盛京。大汉，我大军的根本在辽，若走山海关一路，不进可退。倘若绕到蒙古，孤军深入，弄不好就有濒临绝境、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嗯，大贝勒所虑极是。大汉这个计划确实有些危险。哦，臣以为大汉绕道入关之策实在高明，正所谓避实就虚，攻其不备，出其制胜。可是大汉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必再争了，传令八旗兵做好远征准备，三日后出兵。是。公元1629年，明崇祯三年十月底，后金汉皇太极亲率十几万大军，以蒙古骑兵为向导，绕过袁崇焕的防区，入龙井关、大安口、喜峰口，所向披靡，长驱直入，进逼明王朝京师北京城。刘将军，袁都师派人送来信札。皇太极会攻打我龙井关？哼，开玩笑，放着山海关不走，舍近求远，孤军深入啊，真是大白天说梦话。来喝喝。袁都师说金兵很可能避实就虚，绕到蒙古。嗯，什么？那他宁远是实，我龙井关就是虚了，真他妈的隔着门缝赶人。
师，大事不好了。什么事儿？山海关总兵赵帅赵派人来报，后金皇太极率10万大军绕道蒙古挥师西进，10月10日攻陷龙井关，目前正在向冀州城逼近。啊，何将军，速派快马，请祖大寿赵帅教将军来宁远一试。是。想必大家已经知道，10月初10，皇太极率军攻陷龙井关大安口，目前正在向京师逼近。朝廷闻警，必定会调集附近各镇兵马入京擒王。金兵进了龙井关，距京师就只剩5天路程了。而我京师附近大同宣府等处兵马久不操练，行动必定迟缓，靠他们去护驾秦王，只恐误了大事啊。皇太极这个兔崽子劳师远袭，那圣经必然空虚，莫不如咱们去钻他的老窝，攻他的圣经啊，就怕皇太极孤注一掷以成一成，那京师就更难保了。都师有何打算呢？万全之计只有我关宁铁骑驰援京师护驾秦王啊。杜师，我们没有得到万岁的宣召啊，等到圣命宣召，恐怕京师已经沦陷了。杜师，没有圣命宣召，外镇兵马擅自入京，要定反叛之罪呀、啊、无诏入京将会授人以柄啊。那你们说该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坐视皇太极攻陷京师，毁我大明300年江山不成啊？无诏入京，我深知其中之厉害啊，可敌兵压境，国难当头，我怎能只顾个人安危而直社稷存亡于不顾啊。都师，你个人性命可以置之度外，但无诏入京可要株连九族的呀。啊，都师大人怎么样了？回禀都师大人，据探马回报，后金兵已联合冀州、马兰峪、汉儿庄、潘家口、洪山口筑城，现正向松花城逼近。啊！哎呀，这是往严重到了，大马都会下了，这怎么办？可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我早就只要杀退敌兵，保住京城，就是万岁以无诏入京之罪杀了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都是。倘若国破，何以为家呀？众将听令。在。赵将军，在。你带4000轻骑，从北路直插遵化，阻截敌人。遵命。祖将军何将军和我率3万骑兵直奔京师。是。满将军，在。你率7万步兵先去接应赵将军，然后回兵京师，和我兵合一处。遵命。立即出发。是。